给大家说这段孙二娘传奇。孙二娘，水浒传里的人物，有个外号叫母夜叉。为什么叫夜叉呢？因为她在十字坡开店卖包子，据说她卖的包子都是人肉馅儿的。怎么会卖起人肉馅儿的包子呢？当然得有原因。什么原因啊？这就得从孙二娘她娘家说起。孙二娘她爹孙远是山东沂蒙山地带沂水县孙家庄人，这人是个逞凶除恶江湖好汉，年近四十，娶妻冯氏，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，长女叫孙美娘，次女就是孙二娘。50岁了，孙元金盆洗手了，回到孙家庄开了个孙记饭馆。这两个女儿也渐渐长大了，别看是孪生姐妹，住同一个房间，睡同一张床，穿着打扮都一模一样，但个性却是截然不同。美娘温柔典雅，二娘是豪迈彪悍。美娘喜欢做针线裁缝，二娘喜欢舞刀弄枪。美娘越大，曲线越玲珑，二娘越大，妈手越发达。转眼两人17了，美娘长得那是天使般的容颜，魔鬼般的身材，二娘正相反，长得是天使般的身材，魔鬼般的容颜。家里开饭馆啊，姐妹俩帮忙招呼生意。孙二娘自告奋勇，后院的粗重活她全包了，美娘呢就在柜台招呼客人。这孙美娘往柜台一站，哟，可了不得了，不到一个礼拜啊，店外是大排长龙，而且清一色都是男客。干嘛？看妹来了。孙元一看，哎呦，这不行啊，这些男客人他都居心不良啊。于是跟美娘商量，哎，美娘你下来吧，歇两天啊，换二娘，二娘你站上去。二娘说好，我来。二娘往柜台上一站，呵，这厉害了，不到3天客人只剩一桌了。孙元一看，哎，咱们做生意这样也不行啊，那还是得换美娘。不过店外贴出一张告示，每人低消399，用餐限时1个小时，逾时重新计费，这叫以价质量。但是即便如此，门外还是客人川流不息，这孙美娘的名声就渐渐传扬开了，传到了沂水县城。沂水县的县官姓马，叫马虎，他有个独生子叫马小虎。这个马小虎啊，本性其实并不坏，但可惜从小被父母宠坏了，再加上有一帮恶奴家丁怂恿着，所以他是到处游手好闲，专门寻花问柳。城里玩腻了，没新鲜感了，哎，他旁边有个孙家庄的人就告诉他，少爷，孙家庄有个孙美娘长得如何如何漂亮。于是这一天，马小虎带着一帮恶奴就来到了孙家庄。一进这孙记饭馆，马小虎左看右看，嘿嘿，孙美娘在哪儿？一看柜台那儿站了一个，呀，这就是孙美娘吧？哎呀，真漂亮，自然美呀！您没看，这女孩的皮肤简直是又白又粉又嫩，就像是煮熟的鸡蛋扒了皮，在烟粉盒里转了一圈是一样的，这简直是想让人咬上一口。哎呀，他找张桌子坐下来，来啊，点菜点菜啊，你们爱吃什么点什么啊。于是点菜上菜，
等吃完了，孙美娘按照往例都到桌边亲自结账，这叫做 table service。 这马小虎从兜里掏出来钱，往孙美娘手掌心一放，顺手就抠了一下美娘的掌心，这叫做调戏，在现代就可以告他性骚扰，跟拍肩膀是一个道理的。孙美娘手一缩，脸一沉，你干嘛呀？你放尊重点啊。啊，哈哈哈，尊重尊重。掌柜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张桌子我包了，从今天起啊，这张桌子不许别人坐了，谁要敢坐这张桌子，少爷我打断他的狗腿。你放心，别管我来不来，这张桌子我照样给钱，听见没有？走走，美娘，我再过两天就来啊。嘿，再见，尊重尊重啊。马小虎走了，孙元一看此人来势汹汹，一打听，哦，是县太爷的儿子，不好惹，于是跟美娘商量，美娘，我看呀，这小子来的不善，不然这样吧，要不你先到姥姥家去住几天，避避风头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我也不想再见到那个人了。于是孙元当天晚上就护送着孙美娘去到了姥姥家。姥姥家就是外婆家，孙美娘的姥姥家在哪儿呢？在冯家庄。冯家庄距孙家庄其实不远，孙家庄、冯家庄、沂水县城正好形成一个三角地带。第二天下午，马小虎又到了孙记饭馆了，往桌子一坐，嘿嘿，哎，美娘呢？怎么没看到人呢？孙元过来招呼，哎，少爷，我姑娘去姥姥家住几天去了。哦，姥姥家，姥姥家在哪儿啊？姥姥家远一点，在云南呢。什么？云南？那得去多少日子啊？哎，这说不准，也许一年，也许两年、三年。啊？去两年、三年？那我怎么办呀？您啊，您点菜呀。美娘都不在了，我还吃得下呢。走走走走走，马小虎就走了。可是，一出孙记饭馆，马小虎手下不是有一个孙家庄的人吗？就告诉马小虎：“少爷，你别听那掌柜的胡说八道。哼，他姥姥家离咱们这不远，他这是躲着您呢。啊，他干嘛躲我呀？大概您昨晚上太激情了，人家受不了了。”躲你几天，我看这样吧，您啊暂时别来，过几天他回来了，您还能见到他了。哦，那也只好这么办了。这马小虎就回去了。过了七八天，说也奇怪，越是见不着他，越想着孙美娘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这一天带着几个手下又去孙记饭馆了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天，一路上青纱帐起呀，两边的庄稼地都长起来了。走着走着，马小虎一看，耶，前面走过来那不是孙美娘吗？还真是。正巧这一天，孙美娘由舅舅护送着回家。他们正走在哪儿呢？冯家庄、沂水县跟孙家庄交叉的地方，冤家路窄。正巧碰上马小虎了，马小虎一看，耶，孙美娘，嘿嘿，这就要迎上去。他手下人把他一拽，少爷，别急呀，少爷，看不出来吗？这是个大好的机会。看不出来，什么机会啊？少爷，您先去那高粱地里等着，咱们过去把孙美娘嫁到高粱地里去，少爷。在那高粱地里头，嘿嘿嘿，那就看您的了。到嘴的肥肉，您可别让它飞了。耶，你这说什么呀？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您忘了，咱老爷是县太爷，您看上他，
那是他家祖上积德。更何况咱们不过把顺序调换一下，您先得到他，然后他要名分你给名分，他要钱你给钱，不就行了吗？这我没干过这事儿。少爷，这可是你说的呀，到时候错过了今天，明天他真的去云南了，可别怪我们给你没出主意啊。我说你们呢，你们都出的什么主意啊？这什么烂主意啊，下流卑鄙！哼，那我就去高粱地里等着了。任马小虎就进了高粱地，紧接着就只见这一帮恶奴一涌而上，抓住了孙美娘的舅舅，不由分说一顿暴打。另外两个人推着孙美娘就进了高粱地了。在高粱地里，孙美娘是百般挣扎，连撕带咬，连吵带嚷，但是没有用。为什么？谁听得见呀？到了最后，孙美娘知道自己贞洁已失，只能掩面哭泣，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这马小虎还说呢，美娘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人了啊！你放心，你先回去等我，过两天我还去找你。我不会薄情寡义的，你放心好了啊！哎，来，你们俩送她回家去。派两个人送孙美娘回家，这两人搀扶着孙美娘回到了孙记饭馆门口不远处，这两人走了，孙美娘一个人走进了院里。孙元抬头一看，耶，美娘，你回来了。是，我回来了。你自个儿回来的吗？对，我自个儿回来的。进了屋，坐下来，一言不发。二娘觉得不太对劲啊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跟我说说。哦，没什么事，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，我睡一会儿吧。到了晚上，姐妹俩睡同一张床铺，孙二娘没有心事，很快睡着了。孙美娘呢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心里头不是滋味啊。突然她坐起来，二娘，二娘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。姐，干嘛？什么事儿啊？二娘，有件事儿，我得跟你说说。我要是不跟你说，我心里憋着难受。啊，姐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就是那个马小虎。你说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今天本来是舅舅送我回家的，可是没想到半道上遇到他了。他们把舅舅暴打一顿，然后就把我。听到这儿，孙二娘嘣一下站起来了。什么？姐，那马小虎他欺负你了是不是？这个王八蛋！姐，你别难过。明儿我就上他家去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去，他家是衙门，你可惹不起，讨不了好的。那我不去他家，我等他来，他总会要来的吧？等他来，我把他收拾了。你怎么收拾啊？我怎么收拾？我先把他手脚打断，然后我把他脑袋拧下来，塞他肛门里。哎呦！二娘，你有那本事吗？我怎么没有啊？你不相信吗？你不信，你等着，等他来，我做给你看。嘘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一会儿把爹娘吵醒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跟你说一说，我心里好多了。你赶紧睡了吧，啊，睡吧。姐，这事可不是你的错，你可别想不开啊。
我哪里会想不开呢？你才别胡思乱想，睡了吧啊！于是姐妹俩躺下来，孙二娘看孙美娘眼睛闭上睡着了吧，她自个儿也睡着了，她一会儿就打呼了。可这孙美娘翻来覆去，心里那股劲儿过不去，说不出是怨是恨还是屈辱。要知道，在宋代，女人的贞洁一失，那就是天大的事情。于是孙美娘站起身来，走到了院子里，看到月色，想起了自己的清白，无端被玷污，不由得泪如雨下。哭了一会儿，他朝着爹妈住的那屋扑腾跪了下来。爹娘，女儿蒙受了七尺大辱，没脸再活着了。爹娘，女儿对不住你们，你们的养育之恩，我只能来生再报了。说完话，蹦蹦蹦磕了三个响头，然后起来走出门外。到了第二天，全家人都起来了，独独不见孙美娘。直到了下午，有人在沂水河的下游发现了孙美娘的尸体，把她打捞上来送到院子里。孙云和冯氏一看，孩儿啊，哎呀，孩儿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啊，孩儿啊！孙二娘是欲哭无泪啊，她把孙云拽过来，爹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说怎么回事？就是那个马小虎。什么？孙二娘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孙元听的是须发皆张。好啊，我金盆洗手了，他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这仇我非报不可。爹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爹，我想咱们快把姐给埋了，不要声张，那马小虎一定还会再来，等他来了咱们再收拾他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于是他们很快地把孙美娘埋了，然后这店就继续营业，好像没什么事发生一样。过了五六天，马小虎果然来了，带着一帮家丁到了孙记饭馆，一进来就看，哎，美娘呢？孙元过来，少爷，您总算来了。嘿嘿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你们坐坐坐啊。哎，美娘呢？美娘啊，在后院等着您呢。啊，等着我呀？好好好好好，你们先点菜啊，爱吃什么上什么，我先到后院看看美娘去啊。走走走。马小虎就往后院去了。这时候孙二娘在干什么呢？在后院，孙二娘刚把一大口锅整整装满了水，煮着开水呢，这水滚滚的，旁边放了半口猪，这肉都剁好了，正准备炖猪肉。他呢蹲在那儿拉风匣，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。这孙二娘马小虎没见过，所以他到后院一看，哎，有个姑娘蹲在那拉风匣，穿着打扮跟美娘一模一样。他走到后边，这一摸着孙二娘的屁股，孙二娘的屁股那是能随便摸的吗？那是老虎的屁股，摸不得呀。孙二娘一想，哎，谁摸我？腾腾跳起来，回头一看，马小虎一把把他脖领子抓住了。马小虎，你可来了。哎，你谁呀？放手放手，你谁呀？我是孙二娘啊。二娘，你要是二娘啊，哎，你就是我小姨子，我是你妈。哎，不对，这辈分不对。什么辈分不辈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？这哪能算欺负呢？我们俩有缘分。什么？你跟她有缘分？是啊是啊。哎，放开放开放开再说好不好？哼，
你要不要知道我姐到哪了？哎，对，你姐到哪去了？我姐呀，死了。什么？还你开玩笑吧？谁跟你开玩笑？哼！我告诉你，你欺负她那天晚上，她回来想不开，当天晚上就跳河了。我左等你不到，右等你不来，今天你总算自己到我手里来了。好小子，你不是跟我姐有缘分吗？我就让你到阴曹地府找她去吧。说着话就把案头上尖刀拿过来了，接着一刀就进去。哎，疼！疼？你可知道我们比你更疼？嗯，这刀还拧了两下，一会儿这马小虎就不动了。哎，外边有人喊呐！哎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人来了，怎么办？嗯，把刀抽出来，大锅锅盖一掀，把这马小虎抓起来，塞在锅里，把这锅盖盖上，蹲下来，继续拉风匣，呼哒哒。外边进来人，哎，你看见我们家少爷吗？没有，我就看见一条狗过去。啊？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找了一会儿没找着人，转了两圈他们就走了，回县城禀报了。人一走，孙岩赶忙到后院。二娘，马小虎人呢？我看到他进来了，怎么没看到人呢？哼，马小虎啊，在锅里呢。什么？在锅里啊？把锅盖一掀一看，嚯，都熟了。这马小虎成了马熟虎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有什么好怎么办的？爹，我有办法。这家伙他就是一条狗，咱把他衣服扒了，把他骨头剔了，把他肉剁成馅儿，包成包子，就说是狗肉馅的包子，咱带到县城去卖给他爹吃去。好，这正是权贵豪强逞凶恶，良民冤屈无处伸，人肉当作狗肉卖，孙二娘故事成传闻。谢谢谢谢。